严重便秘、脂肪肝都是因为吃这些。35岁女生很严重的便秘，里面很多的粪屎，帮她做了超音波就发现哇，她真的有脂肪肝。我就问，刚刚说，你35岁，你已经有蛮严重的脂肪肝。她说我都有吃很健康，吃麦片啊、优格啊，她吃的就是外面还有糖衣的那种麦片，她配的优格放水果干，她那热量可以超过600卡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